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enny， 我录第二次，就是同一天录两次音，然后所以衣服就是一样。好，然后呢，就大家看到的背景呢可能会不太一样，因为呢这是我弟的房间，就是因为我阿妈在房间睡觉，所以我不能去吵他，所以我们就换个地方录影吧。好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录，所以灯光可能会有点奇怪，那希望大家不要介意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开箱吧。那我先介绍，就是我去垫脚石买的东西，好不好？因为我可能会分两集，因为真的是买太多了。就是这一袋，好，我们先一一的来打开。然后好，那第一个呢，我买的是卷形点点的彩贴，这是纸胶带，然后它是圆点点的。这个修正带呢，是我买笔，然后他送我的修正带，我大概有三个吧，对，我买了三支笔，然后他就送我三个修正带，因为好像一支就送一个，是因为我的那个就是那个什么痘痘彩贴，类似痘痘彩贴的那个没了，就是替换带没了，所以我就去买个新的。还有那个小吊饰是一只很可爱的一只猫的吊饰，对，我想说看我弟就是送给我弟好了，对，就买了一只这个。可爱，买了一个手账的便利贴，然后它是长这样子，对，就是有时钟啊，然后有那种笔记本，然后再来是我买了一个贴纸包，是什么卡乐佛勇，卡乐佛勇敢飞吧，对，就是这样子的贴纸包，就是大家都是这阵子很有名的，就是大家都看得到的这三支笔，这三个颜色，对，就是第一个是有点酒红颜色的，然后另外一个是有点电子色那种很深的那种蓝色，对，好，那我等一下会试写给大家看哈，然后再来是一个是这样子的，就是点也是一点灰灰蓝蓝的那种感觉，对，我觉得还蛮好看的，对，好，然后再来是我买了一个粉红色的。那个笔，然后它是那个zebra， 然后是应该是 sakura 的，对，品牌是这样 ，OK， 好，然后再来是我刚刚去看到呢，就是看到这个是那个有点，那叫什么感觉？它就有点像色笔，可是我只敢买一支，因为它真的是单价真的是有个贵的，所以我只有买一支蓝色的。那它是这样子的粗头，然后细的是这样子。对，好，耶、yeah, ，OK， 然后再来，这个好像也是送的，对，因为我买三支笔，然后另外一个是这种蓝色的，这个蓝色我还没有买过，所以我想试试看，对，然后也是 0.5 的，然后是 Sakura 的 ，OK， 然后再是这个是那个爱丽丝的贴纸，我觉得好好看，超美的爱丽丝的贴纸，大家可以看得到吗？爱丽丝的贴纸，超级好看。这个是万用袋，就是我要来放照片的万用袋。好，这个是一个很可爱的那个便条纸，那是要来放手账上的。对，因为最近就是我发现，就是手账上呢，其实也可以放便条纸，我觉得非常好看，赞。Okay. 然后再来是，这是纸胶带分装。天哪，我现在发现这竟然有这种。就是纸胶带分装，就是它就是这样一本，然后我给大家看，就是这样就不用带一片一片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对，等我一下哦。然后它里面应该好像有六个，对，等一下啊，它有小型的啊，我想说纸胶带蛮多的，所以我就买大型的。你看，让我穿上去试。OK， 它就是长这样子，然后你就这样带这一本去就好。对，它就是这样。我觉得这很方便吗？但是我上次看的时候没有看到，可能没有找到吧。好，一卷的纸胶带，就是这样子，可以一样拆给大家看一下。它好像是背面好像是长这样子，就是有兔子，然后有熊，有小鸡。OK， 我觉得这个版很可爱、欸，对对，然后它就是长这样子，然后大家也会就是来贴手账。OK， 好，今天终于有得写了。花的那个手账贴，就是贴纸啊，就是我觉得
最近呢，就是还蛮喜欢，就是这种手账，就是这种花系列的那种贴纸。对 ，OK。然后再来就是我买了一个标签贴纸，因为最近就是要开始念书啦，就是趁这个寒假再补一点书出来，然后就是那个就是贴一下这个。我买了一个那个切割板，然后是蓝色的，因为之前看到那个莱恩妹是粉红色的嘛，然后我想说，那我买蓝色的，我觉得就很好看，而且就是拍那个照片或者是拍背景，就是都还蛮好看的，所以就买蓝色的。OK， 然后再就是我买了一本的那个活页纸，教大家，就是因为你们不是有看到那个，就是我请隔壁影音店做的那个什么？读书计划本嘛，然后就是如果你们大家就是没办法去做那个话，那你们可以去买这个，然后去调，因为我不是给大家 A4 嘛，那其实你们可以去调成，就是如果说你们可以去用活页纸印，对，就是你可以这样买这样活页纸去印，那我觉得是还不错，因为我印过，对，然后你们就是也一样可以做自己的封面啊，也变成一本就是。你专属于你的那个读书计划，然后是有防弹或者是 XO 的这样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 OK， 对，因为其实你们去找银店印的话，那有时候可能价钱会比较高一点，所以不太适合你们，所以我希望就是你们可以用活页纸去印啦，对 ，OK， 好，然后再就是又是一本，这是一本手账，对，就是长这样，对，就是每次去就是要去看一下那个手账区，对，好，然后再就是一个牛皮的立体纸袋，那这个是我可能之后会寄东西给其他人的，可能说是抽奖啊或什么，然后就可以用这个寄。OK， 好，然后没了，好，然后再就是这个是一包的那个自粘袋，就是我包礼物都会用这个包，要有质感啦，对，好，然后。就是买的东西都没了，好，那这就是我去垫脚石买的东西啦，耶！那以上呢就是这样子的开始，就是购物的分享啦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按个喜欢，然后想继续看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订阅我。然后就是这样，就是今天呢就是拜很多。OK，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